关注国防科技动态，聚焦国防工业发展，强大的军工力量铸就强大的国防实力。大家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国防科工。有这样一艘传奇军舰，正是在这艘舰上，毛主席挥笔题词，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它就是长江舰。6月15号，长江舰复原舰入驻海军博物馆，它见证了人民海军奋楫扬帆、向海图强的奋斗岁月。2021年6月11号，一艘崭新的长江舰复原舰搭乘一艘半潜船，从长兴岛江南造船码头出发，经过4天3夜的海上航行，抵达海军博物馆1号码头。复制长江舰凝聚了我们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个平台和载体，把长江舰这艘战斗之舰、荣誉之舰、传承之间的历史讲述好，探寻人民海军白手起家、披波斩浪的历史记忆。这艘复原舰仿佛从历史中走来，向世人展示着新中国如何就加强海防、建设海军展开的艰辛探索。长江舰前身是起义的国民党民权号潜水炮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他九死一生，浴火走来。1953年2月，毛泽东主席首次登临长江舰，用了4天3夜的时间，从武汉到南京沿江考察。这是毛泽东主席作为人民军队统帅唯一一次乘坐军舰视察海军，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深入基层部队时间最长的一次。正是在长江舰上，他挥笔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由此开启新中国建立强大海军的征程。长江舰承载的是新中国建立强大海军的决心。以往啊，长江舰的风采只能定格在一张张黑白老照片里。2021年，长江舰复原建造工程正式启动。现在呢，我们就将带您走进中国船舶集团江南造船长江舰复原建造现场，看这艘传奇名舰如何穿越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再次焕发出新的光彩。火星四溅，火光耀眼，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打磨，而这次打磨经历对我来说注定不平凡。我现在所在的是在长江舰复原建造的室内船台，那我刚刚打磨的呢是后甲板的通气罩。目前长江舰的复原建造工程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工人师傅们经过2个月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全船的分段制造和搭载。现在主船体已经成型，目前工程进入到船上设备和西装舰的安装阶段。这艘复原舰让时光穿梭百年，我也能一下子窥探到当年的造船技术和工艺。走在甲板上，我发现这个栏杆还有包括舱室的这个门框啊，都比现代舰船要低矮的很多。那这个门框呢，我目测它的高度是1.5米，而现代舰船的门框高度啊，差不多是2米。1929年，一艘造型优美的中型潜水炮舰在江南造船所下水，1年后西装完工，这就是长江舰前身民权舰。虽然排水量只有460吨，却是一艘凝聚着造船工人心血的新式战舰。如今复造长江舰的重任又回到它的诞生地，也就是今天的中国船舶江南造船。虽然民权舰的原始图纸保存至今，但复造一艘舰艇并非照葫芦画瓢那样简单。这是因为人民海军接收民权舰后，舰艇布局和武备系统进行过数次改装，要进行1:1仿造还原，设计人员必须多方搜集历史影像资料，走访当年舰上官兵，全方位了解真实的长江舰。而对一艘舰船而言，锚、桅杆、管路、电路等必不可少的零部件被称为西装件，它们如何造新如旧，
对江南造船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我们的外观模型来讲，这些图呢恰恰都是不太完整。当时的时候，这个起装舰啊，实际上已经是不满足现在的规范的，所以我们为了安全，所以我们上面又做了一些增加的带缆桩，这个带缆桩就是现在的标准了。还有一些就是说，包括这个烟囱的结构，包括桅杆的结构，那现在船舶设计里面都没有了。桅杆上的这个天线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考证。我们认为呢，这个外观形状还是跟原来是非常接近的。相比百年前，今天的造船工艺已经发生巨大变革，当年的图纸显然不符合现代船舶建造规范，因此长江舰的复原建造不能直接遵循原始图纸，而是要进行重新设计，并且要在满足安全使用和参观展示功能的前提下，尽量还原当时条件下的工艺技术效果。例如近百年前的船体建造采用的是铆接，现在早已被焊接所替代，铆接工艺近乎失传，单从还原120,000个铆搭结构来看，复造长江舰的复杂程度比建造一艘长江舰的难度要大得多。目前船上的施工状况比较复杂，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了复古的气息。先进的造船工艺，现代的技术人员手拿新船票，如何登上旧的舰船呢？那我们的建造师和工艺师们在严谨考证的基础上，创新工艺手法，采用了全船铆接装饰技术。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些舱室上的这个窗框看似很普通，而这个凸起呢，看似是由这些铆钉一个一个来进行固定的，其实不然，这个一小块一小块的凸起啊，其实是仿造的铆钉结构。我们可以把工人师傅想象成裱花师，他们用碰焊的手法把这些铆钉仿形砖头一个一个焊在上面。那他们在焊接完之后呢，所以这些东西啊只是起到了一个装饰的作用，而真正起到固定作用的则是这些银色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啊，工人师傅们采用的是塞焊技术，也就是在这个窗框上打孔，然后在里面塞入焊接介质，焊接的时候呢把这些圆形的这些焊缝来填平。焊接之后，工人师傅们还要对表面进行打磨，模糊焊接的痕迹，让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些铆接仿形砖头上。那在这里啊，我们可以更直观的来看到全船铆接装饰工艺的应用。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砖头啊，它的排数和间距都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根据原件的图纸并进行的优化改进。我们可以看到这列纵向的砖头啊，它采用的是三个砖头碰焊仿造的形式，而横向的这一条凸起呢，它则是在原有焊接外板的基础上加装了这个钢制带铆钉砖头的装饰条。那所有的这些砖头啊，它在碰焊完之后都要进行碰焊柱的割除，并且把这个表面打磨成不规则的形状。那这也是模仿近百年前师傅们用铁榔头用力敲击铆铆钉时候的样子。所以所有的这一些铆接结构仿形都体现着我们的建造人员和工艺人员的智慧和汗水。我们会检查所有的缝道，确保不漏水不进水，然后我们船上还有很多铜件，现在是展亮的，我们要用化学手段把它变暗，变成有氧化的效果。还有许多座椅长期坐的摩擦的位置和坐的不碰到摩擦的位置，颜色是不一样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船上的厨房间，这是我们从民间征集来的老的铸铜的铲子和勺，然后一些老的骨，这些东西蒸起来了以后，我们经过了清理清洗，然后补条上色打蜡，然后这些经过这些过程，最后营造的氛围就是在使用中的感觉。在以前的这个军舰呢，它的甲板是铺设的是柚木或者是橡木的甲板，这个主要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要防海水腐蚀，第二个呢就是它本身是一种硬木嘛，它的防磨性能比较好。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以前我们的这个隔热的材料性能是没有现在这么多隔热材料，所以它还是起到一个对甲板下的舱室起到一个隔热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复原长江舰的时候，我们也是选用了柚木来制作我们这个船的甲板，下面整个主甲板是10毫米厚的钢板，首尾两端都有这个螺钉，
来和我们的甲板是这样刚性连接的，这个甲板的选材设计和施工呢是完全按照我们军用的标准在做的。抗日战争时期，民权舰与敌浴血作战，九死一生。1949年加入新中国人民海军。1950年，按照华东军区海军当时制定的江防炮舰以大江命名的舰名规范，民权舰被正式命名为长江舰，它又承担起拱卫江防的重任。上世纪70年代，长江舰退役，成为人民海军历史上第一艘纪念战舰。不过，上世纪80年代，长江舰被拆解。现在我再次登上了长江舰复原建造的室内船台，那距离我上一次来到这儿已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在此期间呢，长江舰的复原建造工程已经完成了宣传铆接装饰安装、舵轴螺旋桨安装、烟囱的安装、宣传甲板木地板的铺设，外加毛主席驻舱的复原装修等等一系列的工作。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船体外部的脚手架也已经都进行了拆除。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很直观的来看到现在整艘长江舰复原舰的一个外貌。几天前，长江舰复原舰上的59门枪炮刚刚运抵江南造船，在经过了工作人员仔细的开箱检查之后呢，今天他们就要从这个仓库出发，运往长江舰复原建造的室内船台，在那里进行5倍系统的安装。现在航车正在吊装的就是长江舰复原舰的主炮，75毫米口径高射炮的模型。那现在炮身啊正要与下面的基座进行慢慢的对接。那其实呢，长江舰复原舰上它的所有的火炮和机枪，除了没有实际的使用功能之外，它的外观和当年毛主席视察长江舰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人民海军也是白手起家，所以啊，火炮呢只是普通的陆炮上舰，而且长江舰经历过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洗礼，它的这个主炮啊也是年久失修。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炮身已经慢慢的放下来了，即将与这个炮身的底座进行对接。据舰上的老兵回忆，当时毛主席登上长江舰之后呢，他是深入到各个站位与官兵们进行亲切的交谈。那他首先就是来到前甲板视察，他询问了这门主炮的性能和作用。那当他知道这门主炮啊，它的平衡钢丝已经断了，只是说要换一换呀。毛主席呢，他紧接着对大家说，那几年之后我们就能装上自己造的炮了。之后毛主席又询问了前甲板右舷这门25毫米口径机关炮是哪里造的，能打多远。长江炮舰作为一个江防炮舰，它的备的配置是以防御为主的，它上边的五倍有的是从陆地上搬上来的，比如这个主炮，它就是原来属于陆地上的一个高射炮，放到了舰上，有9种不同口径的舰炮作为五倍，这些五倍不是江防炮舰的典型配置，所以它的这个配置是在当时长江炮舰相比是比较差的，它仅能进行简单的防空作战任务。1958年，中国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开始自主研制舰炮。60多年后的今天，国产舰炮制造水平和科研能力已是翻天覆地。经过一次次跨越，现代化舰炮装备已经实现了自动搜索目标、自动装填、自动跟踪瞄准、自动连续射击，出色完成对岸、对海火力打击和防空反导等多种使命任务。炮甲板上啊，就是当年舰首长的卧室和办公室了。当年毛主席登舰之后呢，就是住在这里。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这里就是当年毛主席的住舱了。可以看到，现在整个舱室已经装修完成，而且里面的物品啊，也都按照当年毛主席视察时候的位置摆放整齐。可以看到，整个舱室啊，它的高度不是特别高，差不多只有1.8米左右，而且面积也不大，差不多是几平方。那摆上桌子、椅子还有木板床之后，其实里面可以活动的空间所剩无几。
那据当年长江舰上的官兵回忆啊，毛主席当年睡的呢就是这个十分简陋的木板铺，而且卧具也是从火车上带下来的一床普通的卧具，上面的垫子很薄。在四天三夜的航行当中，毛主席驻舱的灯光彻夜长明。1953年2月21号，就是在书桌前，毛主席奋笔挥毫为长江舰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1953年，毛主席登上拥有23年船龄的长江舰，毛主席为人民海军五次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毛主席上舰的时候特别要问的，我们这个从陆军来的这些人员啊，你们还都很年轻，过去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啊，都是从海上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过去在你们在陆地上呢打仗呢是靠陆地，现在是靠海洋、海岛和军舰，所以我要求你们在海洋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要求你们要爱舰、爱岛、爱海洋，你们愿意不愿意干海军啊？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干海军。全新的造船流程和一流的工艺技术，为长江舰复原建造顺利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长江舰复原舰从设计到复造完成历时4个多月，全船建造共分为7大板块，每个板块又包含多个节点，施工人员昼夜赶工，以周密的生产统筹规划和严苛的工艺质量管控，快速推进工程建设。江南人凭借扎实的建造水平功底和精益求精的态度，确保建造质量和效率双赢，为长江舰复造工程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因为后墙不能倒，所以节点一定要控制好。作为总计量是那个八控总计划，从一张一张图纸到最后造成复造的一条船，我自己觉得比我预想的还要好。一开始的感觉就是时间短、压力大、任务重，随着各方面的人员的交流，觉得这是一条红事之船。因为我也是个老党员了，我觉得我坐这个船我坐得值得，内心里面有一种激动感。长期以来，舰船建造都离不开船坞或船台，长江舰也不例外。不过随着船舶制造业快速发展，现代化的造船模式平地造船法如今已经成为主流。这种方法以船舶总段或分段为单元，实现了陆地上进行整体建造、合拢和西装工作，再通过专用的移船装备，结合浮箱、半潜泊船等设施，完成下水转运工作。平地造船法最大的优势就是降低船坞占用周期，提高船舶建造效率。此次长江舰复原建造采用的正是平地造船法。紧张建造，现在长江舰复原建造工程终于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下水。那么现在它看似是在平地上，那一会儿它该如何下水呢？答案就是浮箱下水法。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啊，看似是一个巨大的水泥地面，其实并不是，这是潜水坞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浮箱。那这个浮箱上面啊，有这一排排的座墩，就是一会儿要用来支撑船体使用的。那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浮箱上面的面积非常大，其实它里面是空心的，有25个舱，50个阀门可以分别来控制每一个舱里面水的压载。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长江舰正在缓慢的移动，底下的这个蓝色下水小车呢，正在拖着我们的这个船体慢慢的运送到下面的这个座墩上面。那一会儿它完成任务之后啊，就会离开这个船的底部，在潜水坞区的底部就会慢慢注水，到时候整个浮箱连带着上面的长江舰啊，就会整体慢慢上移。
那现在就是绞缆机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可以看到绞缆机上粗壮的绳索啊，正牵引着浮箱从浅水误区慢慢地向深水误区来靠近。那这个过程呢，其实肉眼不太分辨得出来，整个过程差不多得持续30分钟左右。那等到浮箱到达深水误区之后啊，深水误区会排水，那这样呢，整个浮箱连带着上面的长江舰、复原舰就会坐沉到深水误区的底部，我们就可以在浮箱上把阀门打开，在深水误区里面灌水，浮箱就会因为水的重力的作用沉在底部，而长江舰、复原舰就会慢慢的上浮。到时候在深水误区里面的雾门一打开，长江舰、复原舰就可以离开这个深水误区了。但是我们别着急，等到长江舰、复原舰到了深水误区之后呢，它还要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试验，就是倾斜试验。新舰船舶交付前必须进行的一项测试就是倾斜试验。由于船体庞大，结构复杂，设计建造时对其重量和中心位置的计算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误差。长江舰、复原舰下水后，工作人员操控高吊车将重达5吨的压铁先后放置在前后甲板以及左右两舷，压铁每一次移动的距离都必须精准控制，这样才能保证 U 型管装置读取横倾角度数据的准确性。这种看似原始的角度测量方法最简单也最有效。我们考虑到参观的人员上去有老人有小孩，所以我们在本船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上船之后这个横倾角度跟普通的船的话控制更严，因此呢，我们在设计时候就已经使用了固定压载，在附设在舱底。本次试验完成了之后，我们大概有3吨左右的固定压铁继续附设，用来调整船的横倾。这样的话，我们设计达到的预期是，当所有的游客、乘客集中在一选的时候，我的横倾角度控制依然是让人感觉到舒服的程度。一艘长江舰融合了传统造船技术和现代船舶制造工艺，是近代民族工业和现代船舶工业的一次对话，它让建造人员一次次感慨百年沧桑巨变。这个复制孵化是就是把这个长江舰复制了一下，而且是对我们后代这个进一步的有建设的教育，复制了长江舰实际上是复制了一种精神，强国的精神。新中国造船工业经历了缴获、引进、仿制、自研的发展道路，如今已经形成型号系列化、配套国产化、建造规模化的完整造船体系，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一代代军工人也在装备迭代升级中加速成长，以造一流舰船的使命担当，用科技创新铸就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强大引擎。中国的造船水平还是发展非常快的，从船型的本身来讲，我们是和世界是先进水平接轨的。造船技术的本身来讲，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比如说全三维的建模在设计过程当中，然后把这个数据模型应用到整个造船过程当中去，那么这个大幅度的提高了建造的效率。那么同时的，在我们船厂的话，其实无论从船坞的这个尺度，还有起重能力，还有自动化的这个设备，包括切割机啊，包括一些焊接设备啊，这些设备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而我们目前的这个方向来讲，低碳化、数字化，然后我们建造过程要向智能化、自动化更高的方向发展，提高我们的效率。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已经化为人民海军挺进深蓝的铿锵足迹。人民海军装备在创新发展中捷报频传，远海防卫作战装备力量体系发展步伐加快，近海防御作战装备力量体系优化提高，两栖攻击装备力量体系不断壮大。第一艘国产航母05型万吨驱逐舰，歼15舰载战斗机，一艘艘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巨轮和战舰拔锚起航，铸成守护祖国万里海疆的钢铁洪流。今天的人民海军已经发展成为5大兵种齐全、合成兼备的战略性军种，
以全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劈波斩浪，继续向前。小军舰承载跌宕大历史，长江舰的覆造是中国造船人对自身建造历史的一次回顾与重演，更是人民海军70多年艰辛发展历程的一次见证与回望。更多国防军事资讯，更多移动视频，您可以扫描二维码关注央视军事的央视频号，或者通过微博微信搜索央视军事关注我们。好了，国防科工，我们下期再见。